喂，我今天要去赶场，等下我们两个才回来。晚上你喊小陈还吃个饭吗？喊吃饭个样子嘛，无缘无故哎。老子无缘无故啊，前几天听水啊，你去说他了，肯定有点生气了。我待会儿去接放学，一个女孩小孩吃饭。等我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为什么今天一起来接我哟？现在一起来接你不好啊？好呀，只是有点意外。爸爸，我说不动了，你能不能背我一下呀？长大大了自己走嘛。好吧。哎呀，鞋带又掉了。这样哎呦，像你刚才说来吧。